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来打狙，今天是打狙系列。我们挑选一个房间，我也能拍嘞。就这间吧。加油，姐姐！加油，姐姐！加油，加油！加加油！加油，加油！加加油！怎么没人？哦，在这儿。陈玉琪是我弟，叫你这么想法。个人直接悬浮在空中，好呀！好呀！好呀！不知道你们在，姐姐是不知道你们在疫情的暑假时候那时候过得好。姐姐是欠揍，我弟很欠揍，对。姐姐很欠揍，姐姐超欠揍，姐姐超级无敌欠揍。姐姐很欠揍，她超级欠揍的，她粉丝们都比较信她的话，她的话都是假的，都很难听哦，哈哈哈！完了，他们家的话都很难听，很难听哦，超级难听的哦。这个臭姐姐呢，她只有零位粉丝哦。大家不要相信她的话。我有24个，他就爱瞎说。叫你这么说，赶快开枪！不好意思，你那边歪了。姐姐是一个很欠揍的，她只有一位粉丝哦，她只有零位哦，她超级欠揍的哦，她很欠揍，很欠揍，超级欠揍，她超级无敌欠揍，欠揍，欠揍到我快疯掉了。欠揍到我都生气了。
欠揍鬼，超欠揍的哦。大家不要信他的话哦，不要信哦，他的话都很难听哦。闭嘴。还会揍我，超级欠揍的哦，很欠揍哦，欠揍到我疯掉了。我今天就要告诉粉丝你很欠揍。他的小屁孩很吵，不要理他。超欠揍的视频就到这里，下次拜拜，粉丝们。他这个欠揍鬼哦，他超欠揍的，他很欠揍，欠揍他疯掉了，超欠揍的哦，他超欠揍，超欠揍，超欠揍，超级无敌欠揍，欠揍到我快疯掉，他欠揍，很欠揍，就也很像一个欠揍鬼一样，就很欠揍。而且他还很幼稚。视频就到这，下次粉丝们拜拜。我没大没小，我告诉妈妈。他就是一个小屁孩。要理他，他最欠揍了，不要理他，他们就是小屁孩。舒压吗？这是我刚买回来的舒压玩具，解压玩具。
我玩不起。哎，我就玩就玩就玩。对面评论可能会说我是点狙仔。你防躲在对面不怕死。不用祷告偷袭，我的名字已经刷满全屏。他自闭了。评论好吵，那自己也是点狙。我和平啦，凑熟啦。他是用电脑打。我是有键盘，我也是有键盘的棋。我平板名字叫斜瓜。我爱乱炸。炸呀，都炸呀。我还打我。
过这期视频，别忘了帮我点赞加关注。我是陈敏轩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